朋友们，欢迎来到功夫者，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秦继涛。从今天开始，我会大家学习传统功法的实战和健身功法，从中呢，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武术它的一些用法，它的实战用法。我觉得，现在随着我们生活的改变，实战用法呢，可能现在用的比较少。主要是还是它体现它的一个健身功法。它的健身功法呢，我总结了有九大功法。首先一，蹲墙功，秘传蹲墙功。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虎形术。虎形术呢，对我的腰椎颈椎，包括我们的心脏四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虎形术，还有我们的五禽戏虎、鹿、熊、猿、鸟。我们的易筋经少林易筋经，还有包括我们的幻影门七式等等，我会在这呢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一些实用的健身的一些功法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关注多多关注秦老师，咱们一块儿学习。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分享不一样的传统功夫。谢谢大家。